大家好，我是黄凯迪。今天是2019年的6月18号，礼拜二哈。那现在早上9:50左右，我在斗六公园区这边有发生火灾，我会看到这个浓烟。熏陶下变得很黑很脏，哇！好了，就是希望一切平安。哦，这个应该是那个肺阳工业。